赵本山，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东北二人转教授，北山传媒集团董事长，连续1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。2013年，赵本山正式宣布退出春晚，自此就很少看见他的踪影了。赵本山本身就是一个传奇，但他的女儿险些让他晚节不保，经常拉着他直播，还说自己不靠爸爸才红的，怎么说也是个星二代一个，结果该干的一件都没干，不该干的事情全都做了一遍，现在跑去整容，还和那个自称 MC 的天佑炒作恋情曝光，只是各取所需，博眼球罢了。虽然很多网友嘴上说都是祝福九九什么的，娱乐圈假消息我们都听习惯了，两人的这点套路还是太嫩了，口口声声说自己不靠爸爸赵本山，其实暗地里一直都在用赵本山的资源给自己涨人气。这不，最近还要送小宝带自己参加活动，现场照是这样的。宋小宝本身是给谐星，就不多说什么了，但赵本山女儿妞妞这身打扮真是 low 到爆，这也不怪很多人说她长得丑还不会穿衣服了，好好的大姑娘硬生生穿成了40岁大妈的感觉。本身妞妞是长得不差的，脑子一热就跑去整容，现在看到满脸是玻尿酸的脸，着实有点反胃，也不知道身为爸爸的赵本山是怎样想的。